操，速度好快啊！神马没他快。我操！怎么这怎么这状态有点猛啊？这就没了，咱们。我都感觉我玩的不是梦幻。七星天罡真的来了吗？可见这个天暗星后排新增一个零不成护法，上来的飞机居然打辅助都6800血，让老王瞬间看懵。再加上主怪的究极飞沙走石，多人直接残血状态，在这种输出面前，让老王都忍不住打开属性面板查看，看自己是否穿戴装备。老王这支队伍第一回合更是出现操作失误，金刚怒目转移愤怒，却没有成功放出罗汉，这样会让第二回合更加难受。只因天暗星主怪为固定移速，每回合第一个出手，他会使用特殊技能秒全屏的飞沙走石，造成高额法术伤害，并附带三回合摇头摆尾效果。可见第二回合林孤城护法飞过来，瞬间让两人倒地，两人残血。还好队伍输出够用，加上高脸宝宝似乎还有一战之力。这个天罡星是官方新出的天命之选，有观众投票操作后排的凌波城来和主播队相互切磋。虽然观战方有老王的加持，但可惜对方丝毫不给机会。凌波城的输出数据在天罡界简直过于异常，观战方的灭队也宣告挑战失败。